哎，各位上知识，妙法莲法经上次刚刚开始讲题目，法经智者大师的解释，它是以五重玄一来提示这一部经的纲要。五重玄一第四名就是《妙法莲法经》这个五个字的题目里，以七种例题来简定啊，就是法喻例题。妙法是法，什么法妙呢？三法妙，这是简单说，心、佛、众生都妙啊。妙是一种赞词，所以玄义里面说妙则不可思议也啊。什么东西妙呢？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法很微妙啊，所以这个妙就是赞叹这部经所说的心佛众生的三法，乃至百界千如三千性相的一切法啊，这里面所说的都是啊妙而不可思议。那么总合起来，总不出全、实、本、寂四个字。前半部开全啊显实啊，那么后半部开寂显本。啊，那么知道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就已经成佛了，这些道理四十几年来从来不曾说过，到了法华会上啊才讲的，所以都未曾有不曾说过的法，这微妙至极，这称为妙法。这个妙法不容易了解，借比方来说明，所以用莲花来比喻。莲花一出就是出泥而不染，而又是花果同时，至极微妙，正好比方《法华经》里面的全实里面的三段意义，本寂里面的三段意义，这个道理上次都讲过了，现在不必再重啊、不必再重复。那么所以这一部经的题目啊是法喻利民，而经字就是修行的路径啊。那么接下去呀、应当是第二贤题啊，为什么释名之后要显体呢？显是显示啊，就是把这部经的主体呀、把它表达出来。有其名必有其义啊，要名实相符。名既然这么微妙，而它所显的离体又是怎么样呢？所以这部经的内容啊要显示它的经题，那么经的主题啊，简单说这部经就是以这个一圣实相为题啊，诸法实相就是本经的离题，而这部经所说的主题诸法实相啊，也可为一切诸经之题，因为佛法如果是以声闻法来论，不出三法印啊，就是如果说的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说这个道理的，这是属于声闻法，合乎三法印，那么这是佛的正法。如果是说的大圣佛法，大圣是一实相应。凡是说实相之理的，通通都是属于大圣佛法，那就是大圣法就是以实相为因。那么这部经正是说诸法实相，那么实相为本经的主体，也为一切大圣经典的主体。凡是所说的
道理与诸法实相相应，那就是大圣佛法。那么要显体，就是要把这个总纲提出来，他所显的这部经所说的这个主要的理体呀，就是说诸法实相。所以经文里面说，净佛放光明啊，诸法实相依啊，又说诸法实相依，以为汝等说，又说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啊，又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这都是显示这一部经里面啊，处处提到显示诸法实相的微妙的道理，所以这一部经就以一圣实相为体。这个道理如果要细细研究的话，通通都在《妙法莲华经》的玄义里面。因为现在我们是多数属于初学啊，不能细讲，就是简单说。那么方便品的一开头，诸佛以一大士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个一大士因缘就是要使众生呢、啊、开始悟入佛之之间。佛之之间是什么呢？就是体悟诸法实相。所以本经以诸法这个一圣实相为体，这就是第二显体。第三明宗，宗是宗旨，这个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修宗，明宗者明修也啊。既然把离体显示出来了，那必定要想办法来契合体证这个离体啊。那么这部经所讲的主体既然是诸法实相，那么要怎么样子来体会亲证于诸法实相呢？所以其次就要明宗，明宗是说明修行的宗旨啊。这部经是用什么方法来修才能够体悟诸法实相啊？所以这部经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明宗啊，玄义里面说这部经是一圣因果为宗，一圣因果为宗，一圣就是一佛圣啊，究竟佛法一佛圣，一佛圣的从因治国达到究竟涅槃，以这个为宗旨。那么就是要体证诸法实相啊，必定要成佛啊，不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呀，没有办法完全体悟诸法实相。要亲证诸法实相，必定要修成究竟佛果。那么果必定要有因，没有说是无因而招果的。那么因此之故，经里面所说的从随喜啊五品位，而经过六根清净，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到究竟佛果的妙觉啊，那么等觉以下呀，通通都是因，都是因，是究竟一圣之因啊。从修这个随喜品开始，一直到等觉，通通都是修因。但是这个刚刚初发心的五品位啊，那是因中之因，所谓因因啊。那么五品以后到等觉啊，断断论因果。例如说五品是因，六根清净十性位是果，那么再往前再往上啊，六根清净的十性是因，十住位是果，再往上十住是因，十行是果，再往上推十行是因，十回向是果，十回向是因，十地是果，十地是因，等觉是果，等觉为最究竟圆满之因，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圆满因心啊、由此成就正果啊、到了妙觉，那就是究竟极果啊、所以从六根清净位到等觉，
断断论因果啊。那么这中间有因有果，有果有因，前后分明。而到了等觉以后，证入究竟妙觉，那就是果果啊，究竟的果的，没有比这更究竟的了。所以妙觉是果果啊，那么中间都各个前后配合论因果，那么这都是究竟一佛圣的修法啊。那么说按照这个次序阶位去修学，一直到成佛为止才究竟成就。所以这部经所说的他的修因，就是以一圣因果为宗啊。那么求证一圣因果，这就是本经的主要目标啊。这个道理也是详细在玄义里面说啊，现在只是提示这个名相，只把这个名相提示出来啊，不细讲。第四，论用。论用也叫做变用，也叫做显利用啊。那么论用啊，用简单说就是功效，功效啊，就是说依照这部经来修学，它的功能，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啊，那么这一部经啊，是以断疑生信为用，断疑生信为用，前半部断全疑生实心，断全教方面的怀疑，而证到一圣实相的实心啊，实性啊，断全疑生实性，全始门中啊，断全疑生实心。没有说法华经之前四十一年来所说的法，有的说部分人不能成佛，部分人成佛，所以有五性的根性啊。那么按照唯识家讲有五性啊，到了这个法华经显示一圣实相啊，举手低头善心念佛都能成佛啊。若人善乱心入于他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善心称名尚且成佛，那么就是显示一切众生皆有佛心，有佛心者都能成佛啊。这各句所讲的好多啊，都是随他意义，随众生意义而方便说，到法华会上完全是随自意义，随佛的自意，常佛的本怀啊，而来显示诸法的离题。那么所以前半部的进门的道理啊，就是断全疑生实心，后半部断即疑生本性，也叫做断尽疑生远性。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生才成佛，在久远沉淀界前那老早就成佛了啊。这一生的成佛只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而有所实现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才修行成佛啊。那么这就是所谓这部经啊，一选说听众都能断全疑生实心啊，断即疑生本性，也叫做断尽疑生远心。那么这是说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一会一说法华经啊，当下的功效就在说法华经的当下的功效啊。那么如果论以后以依法修行的功效都能成佛，究竟成佛就是本经的效能啊。那么这些道理都在玄义中，只是简单提示，知道这部经所谓五重玄义啊，它内容所说的是什么道理啊，就是法欲为名啊，一圣实相为体，一圣因果为宗啊，断疑生性为用
啊，那么然后最后第五啊，判教下，判定本经在五十八教当中啊，它的教下是属于什么？前面讲过天台四教仪，听过四教仪之后啊，应当就懂得法华经的教下是属于哪一类了啊。在法仪四教中，它啊非顿非见啊，不是秘密不定显露不定，而是显露显露决定啊，非顿非见显露决定，这就是法华经的话语。因为到了法华会上啊，没有秘密的，通通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所以显露啊，决定成佛啊，那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作佛。法华经是显示这个道理，所以它也不是不定，都是决定。这是化义四教。在法四教里面，它是纯圆笃妙啊，智为圆顿，纯圆笃妙。如果你忘掉，就回去查查以前讲的四教仪里面所说的八教里面的圆教啊，还有五识里面的法华涅槃识的法华识那一段，那么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么前面讲的四教仪啊，这里就用得上了，要会用啊。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这里判教相就不必再说了啊。那么这是第五判教。偶遇大师说，这一部法华经啊，是如来究竟之集谈啊，就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法，就是法华经才是啊常佛的本怀而说，把他内心所要说的话呀完全活盘托出啊，没有一点剩余啊，所以这是佛的究竟集谈，至极的谈说啊。这里详细说明释说一代十教的所以然的线索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说法49年，他的所以然在哪里？那么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有了法华经，就好像一个做生意的家庭里呀，他有一个总账簿，总账簿什么东西都记在这里面。有了一部法华经，就像释迦牟尼佛一代说法的总纲领啊，通通都在里面啊。所以他比方说，好像古代的帝制时代啊，帝制时代天子有九鼎啊，天子就是一个国家的，例如古代的皇帝呀、啊，他有了这个九鼎啊，显示他的地位啊。那么佛法里面又有了这个法华经，就完全可以了知啊，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法呀，他是说的什么东西啊，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了。显示这部经啊，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法华是经王啊，法华妙法莲华经是一切经的总纲领，所以称应称为经王啊。那么要真正了解这部经的它的高深的微妙的奥义啊，那必定要通达智者大师所讲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同时还需要由这个金溪尊者湛然大师的法华文句记，也称为妙漏啊，跟这个法华玄义四千啊，来帮助了解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所说的这两部大教啊。所以如果没有详细的去研究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本经的意义的。文字看起来并不怎么太难，但是它的内容所含的道理呀、啊，那是非常的高深的，那么必定要好好的去研究啊，才能明白。而上面所说这五重玄义的道理呀、啊，在经文里面通通有，
只是智者大师当时在提前提出来呀、啊，先加以说明，让大家先了解，啊。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差不多都是初学的。既然是个初学的人呢、啊，那么一开始讲这个经文，经文还没有讲，就先把经文的内容的这个高深理论提出来，先提示啊，会听得莫名其妙。啊，听不懂啊，听众就容易入定了。哦，爱困呐、啊，他就会点头跟我说：“今后，今后，你紧老讲。”哦，那好了，这个大家都入定了啊。那如果讲的人也跟着入定，那就更妙了。啊，那么因此啊，我就不能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讲的太多，只是把这个要重要的总纲领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如果要深入的，不妨自己呀、啊、再进一步去研究玄义文句啊、实际上这两部书现代人看起来呀、啊、有一点像看无字天书了，好像无字天书。为什么呢？现代人能懂这一类的六朝文字的古代文字已经很少了啊、看得简直莫名其妙啊、那么因此有人呢、啊、就在提倡要把它翻成白话。啊、有一部佛教杂志里面呢、啊，他就开始啊，把这个《法华玄义》翻成白话，啊，已经翻了一小段，我翻来看看了、啊，也许我对这个佛经翻白话有成见，啊，我一看就觉得想睡觉，不想看下去，不如看我原来的正文，啊，那么因为这个翻译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佛经要把它翻成白话呀，有些名相要怎么翻呢、啊、例如诸法实相，什么叫做实相，实相要怎么翻啊、那么有人就把它解释说实在的相，这个太简单了，什么叫做实在的相，什么相才是实在的，你看哪一个相是实在的，没有一个相是实在的，哪有实在的相啊、所以佛经要翻白话呀，那实在是太难了啊、那么因此现代人有些翻的这个白话的佛经啊，啊，我认为还是不看为妙啊，你看了反而会被他迷了，发生错误的情况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如果不懂古代的啊文言文，想要看佛经啊、跟这个古代的著作是有困难，所以往往有人说看佛经啊，单看正文都觉得还可以懂，不能看注解，注解一看啊，如入无里雾中啊，简直是摸不到头脑了，嗯，往往会觉得看这个注解更深，比原文深。嗯，那么这个道理在哪里呢？因为古代听经的人呢、啊，差不多都是内行又内行，他自己就很会讲。假如你没有一套高深理论提出来，他们听不进去的。那么现代人刚刚相反，从来不曾听过这些道理，一听到这么高深的道理呀、啊，他就会爱困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真正有这个坚定的心啊、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能够发心继续听下去的是很少，不容易的。听说这个第二次大战刚结束，大概是第二年，民国35年或者36年吧。圆寅老法师在上海圆明讲堂讲《金刚经》啊。他讲《金刚经》，他是用玄首的十门玄谈在讲，一开始讲这个《金刚波波罗蜜经》，讲这个题目啊，他就用十门玄谈，叫起因缘呐、啊，藏身分说呀、啊，一在哪里发挥？有一个居士啊，他信佛学佛很久了，他每天呢就是以读诵《金刚经》做他的功课，每天读诵《金刚经》。虽然是读诵啊，那里面所说的释名啊、即非啊，莫名其妙不懂了。那么听到圆寅老法师在讲这个《金刚经》，他高兴极了。哦，这么难得的机会，他就是每天呢、啊，必定无论如何晚上必定要抽空去听经。第一天去听，
只听到第一句开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再往下的木赞呀了，听不懂了。那么他就把经本合起来啊、就是很注意的凝神在听。那么一座经听下来呀、没有一句听懂的，就不晓得他讲的什么。那么不管如何他还是继续听，第二天再去还是一样，第一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以懂啊，知道他念的是这个题目，再往下莫名其妙了，不懂了，但是他还是凝神的很用心的听，听下来一句也没懂啊。那么这样子一直听，听了六七天呢都没有讲到经文，后来算了，这一部经不要带去了，带去反正经文没有讲嘛，就是空手摔着手去去听。这样是天天去听啊，听几天啊，听到36天，36天第一句都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再往下就听不懂，不晓得讲什么，一直讲到第37天晚上啊，才听到如是我闻，如是我闻的第一句。你看这个居士了不起啊，了不起，他听了36天都是听到第一句的金刚般若，剩下句就再讲的一点半钟整个听不懂，这样子跑了36天晚上，真是难的，难能可贵，各位能做到吗？假如我这样讲的话，能不能36个星期都来啊？哦，恐怕值得怀疑。所以当然我也没有这个智慧了啊，要讲那么多不容易的啊。近代的那个前一辈的老法师讲经差不多都是还有这一套，还有这一套啊。台湾从前的这个宾宗老法师，他讲经他是天台宗，离不开五重玄义啊，所以我听他讲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他讲21天呢、那个复述阿弥陀经的题目讲7天，讲了7天，那还算少嘞啊。他这个讲法呀，尽是在这个题目先来一个全经的总纲领的理论，所以对佛法如果不懂的人，完全没有入门的人，站在门外看了啊、一点也不够热闹，里面冷冷清清的，他听不下去。所以因此之故啊，现在我讲这个法华经啊、我就改变一个办法，只把这个五重玄义的名相列出来说过就好了啊。那么内容的道理等到讲到经文啊，例如说一圣十相为题，等到讲到方便品啊，讲这个诸法实相的时候啊，才来说明啊，一圣因果为宗啊，到了这个前半部断权疑啊，这个说这个权实的因果啊，到了本门的本纪的因果啊，到那里才来说明。那么到了经文听啊，因为你对住经本看住经本，就是听不懂啊，你也会比较忍耐的听下去，因为已经听了一部分经文了，他总会想要想办法听下去的。那么因此之故啊，我就不在这个提前说的太多，只打算呢、今天还不必看书啊，今天还不必看书，顶多是这样子而已。到了下个星期开始就会入文了，到了如是我闻啊。到这里为止，题目第一啊，就是经题呀、讲完这个经文的观科上面的科判里面啊，这个解释这个经啊，它有两段，第一题目，第二入文。题目有3段，第一是经题啊，经题呀、算是到这里为止讲完了哦。第二议题，以下呀就是要讲翻译的历史了哦。我上次开了一个支票，我说你下次来就比较好听了，因为这个主要比较深的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一次就要讲这个翻译的历史了，翻译历史好听啊，都是讲历史嘛那么大家都发信来了，
可是我前面还是耍了这么一段呢、啊，做得比较深的道理啊。不过我不会说是这个支票开出去啊不兑现的啊。现在总的讲了，讲这个翻译的历史。经文里面《妙法莲华经》啊，我们现在用的本字叫做观科，观就是在这个书迷上面。啊，好像戴帽子一样的，在书迷上面呢，把这个科判列在书迷上，所以叫做官科啊。而这个科判是明朝末的这个藕益大师所著的法华会议，这是根据法华会议的科，法华会议是把这个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的内容啊。啊，把它重新改编啊，适合于当时的人的根性啊来学习的。那么藕益大师就把它重定下来，叫做法华会议啊，就是把这个文句啊妙乐内容的道理呀、啊，把它汇进经文的每一段的下面，叫做会议啊。那么这个科判也是根据智者大师的文句的科判而略加修饰啊，那么把它编成这个科判呢、啊、排在上面。那么这个排的人不是藕益大师排在这里，这一本经啊排这个官科是近代人排的啊，好像是探虚老法师在香港的时候啊由大光法师所排的。官科最初印的是在香港，后来传来台湾呢，几十年前这个官科本子很多，现在就很少了啊。这是第一卷，所以卷第一啊。那么这个翻译人呢，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这就是第二议题，就是翻译人的题目。这一部经有三种译本，法华经有三种译本，最早翻译的是在西晋的时候，西晋晋武帝太康七年呢，就是西历纪年的286286年，距离现在啊已经是1700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啊有一位法师叫做竺法富，他是敦煌人，大家尊敬他呀，不敢称他的名字啊，一般都称他叫做敦煌菩萨，敦煌菩萨。他把这个佛法从西域传过来呀，翻译大圣经论啊，在西晋时代翻译最多、最负盛名的，就是这位竺法富法师，他。翻译一部法华经啊，题目叫做《正法华经》，把那个妙啊翻作正，真正的正啊，那么他翻作《正法华经》，那么他这个最早翻译的《正法华经》有十卷，那么后人呢也有把它重编呢、啊、改作七卷的。内容有27品，把那个提婆达多品啊合并在宝塔品里面，就是27品。这部经的文字多啊，有84000多字，有一种特殊不同的地方啊，他把那些咒啊通通翻作华文，翻作这个中文的意义，把这个意思都翻过来，这是特别的。其他没有啊，他不是说翻字不翻音，他连字音都翻，字也翻音也翻，翻成中文，这是很特别啊。那么这是第一次翻译的，第二次翻译啊就是现在要讲的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有七卷但是这七卷有28品。据说鸠摩罗什翻译当时啊也是只有27品，没有提婆达多品。后来到了梁朝陈朝的时候，南北朝南朝的梁陈时代，
有这个真谛三藏来。真谛三藏啊，他说这个《法华经》的梵文呢、啊，原来有提婆达多品。那么因此真谛三藏把它翻成中文呢、啊，提婆达多品翻成中文，后人就把它编到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本子里面去，所以就成为二十八品。那么就是见宝塔品之后啊，有提婆达多品。那么据说提婆达多这一品啊，不是鸠摩罗什所翻译，而是真谛三藏翻译出来之后，后人把它补进去的。还有一点，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法华经》第七卷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品鸠摩罗什翻译的原文呢、啊，是有长行，有长文，没有句诵，而是无尽意菩萨一句问曰：“世尊藐相句，我今重问彼以下。”一直到四故因顶礼这一段句诵啊，在鸠摩罗什翻译的原本也是没有的，没有句诵啊。那么这是后来从这个第三次翻译的《天平法华经》那个句诵啊，把它记录下来补上去的。那么这是两点呢，后来补上的情况。那么也有一些少少其他没有的地方啊，就是罗什法师翻译的本子里面没有，而其他两本有啊、例如说药草一品后边其他本子啊有生盲译而这里没有啊、为什么会没有呢？这个金席湛然大师里他的解释里面呢都有所说明，现在这里不必提早讲到经文呢再来说明好了啊。那么这是第二次翻译姚琴的时代。那么姚琴呢是五福十六国之一，也是正统的东晋时代了啊。那么他翻译的时间啊，是姚琴逢时八年，大概是西晋4068啊到十这段时间啊。那么距离现在是1600年之前啊。那么第三次的翻译本呢、啊、是隋朝隋文帝统一天下啊。那么南北朝啊就到隋朝才统一，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之后称为隋朝啊。隋朝有一位法师叫做谢那举多，跟这个达摩吉多两位法师合并起来翻译的，他的题目还是一样，叫做《妙法莲华经》，可是因为他有少少增加，认为比照鸠摩罗什翻译的他有所增加了，因此就叫做《天平妙法莲华经》，有71500多字啊。那么文字已经差不多都是采用鸠摩罗什的啊，只是补上一部分。谢那举多这两位法师的翻译呀、啊，也翻得很好。您看看这个普门品的句诵就可以知道，句诵是他翻译的，就可以看到他的翻译的文字啊，也是相当优美的，那么这是《法华经》有这三种翻译本，他所谓天品啊，品目还是一样多。而且把这个提婆达多品附在见宝塔品之后，实际上啊品目只有27品。还有一点，第三这两种译本跟姚琴翻译的不同点呢、啊，属类品不一样，文字一样啊，排的次序不一样。姚琴翻译的本子啊，属类品是在如来神力品之后，是在中间第21、22品，西晋跟隋朝翻译的本子啊，把这个属类品呢、啊、搬到最后搬到后边啊，就是属于第27品是最后，这一点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古代高僧大德对于这个问题都有所论辩啊。那么站在天台的立场啊，认为是姚琴翻译的比较切合于佛的意思，合乎佛意
啊，那么这个第一、第三两种译本呢，可能是随顺一般佛经的方式，所以把属类去评判在最后。那么一般的经啊，差不多属类都是最后的啊，只是法华经特殊不同啊。那么这个道理都要等到讲到正文才讲，不必这里提早先说。那么这里是先说明啊，法华经有这三种译本啊，就是西经、东经的姚经跟隋朝。这三种译本当中啊，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文字最少，只有69400多字。我曾一字一字算过的，它是69463个字。所以拜法华经的人，一个字一拜啊，拜一部法华经就有69000多拜啊。那么它这个文字最优美了啊。那么后边隋朝翻译的不用说，因为他差不多都是采取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前面的西经所翻译的文字啊，就太古老了，太古老。有些地方我们看起来很觉得不够通顺。尤其有一点，我在讲四教也曾提过啊，鸠摩罗什翻译啊，他的文字的优美，是由当时的那些大文学家，石门的四哲，石觉，那些大的高僧大德都是文字相当，这个文字的造诣相当高深的，那么当时他的异常的这个帮助翻译的人很多，文学家很多，所以他的文字特别优美。举一个例子。例如富罗诺那一段那佛为富罗诺所受成佛记的那一段文说将来富罗诺成佛之的时候啊，富罗诺的世间那么人间跟天上啊彼此可以互相通的，互相来往的那么因此他的这个西经翻译的译本呢，他对于这个道理就翻成了天见人，人见天，他上面的天人也可以看到人间的人，人间的人也看到天上的人，而且还可以彼此来往可是他在文字上直翻作天见人，人见天，好像三字经那么姚琴三藏法师他翻译的时候啊，鸠摩罗什他翻译的时候他是主一啊他把梵文跟对照这个正法华经西经的翻译本把它对起来，当时在异常里对起来那么罗什当时就说，他说按照梵文呢、没有错，梵文的也是这样，天见人，人见天，可是我们中文如果这样子写起来的话，觉得不够雅了，不够雅，应当要怎么样子安排这个文字，应当怎么写才够雅呢？当时生育法师马上就站起来说应当把它翻作人天交界两的相见，好记好记，人天交界两的相见，你看这个文字多优美啊我看到这里真是五体投地，感动的眼泪都想掉下来。你看这个古代这些高僧大德，他对翻译多细心呐、多用心呐、他一场里几十几百人，那些文字相当优美的高僧大德不晓得有多少，像深照法师、深玉法师这些道勇道僧，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他有这么敏捷的智慧，人间跟天上彼此相交接，彼此两的相见，这个文字好几好几再也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文字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记载之后啊，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入脑之后啊不会忘掉，一直保留到今天，随时有机会就提出来想到这个古代的高僧大德有多么好的文章。到了后来呀、禅宗兴盛，提倡不立文字，
有些就不注重文字啊，那就变成了不学无术了，问题就很严重啊。所以近代有些那些文学家会批评出家人呢、啊、不认识字，还有这个写的文章如何如何，有些这些批评，那就是因为近代人他这个不在文字上下功夫了。实际上是错误的，古代的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博通三藏，没有一位不是文字啊、这个都是文学家。那么你看看这个《法华经》的当时翻译的异常，那多高贵呀、啊！现代人把这些经文要翻成白话，他凭什么翻啊？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在翻。也没有人替他多观察，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去论定。所以我觉得现代人的翻译啊，实在是不堪看，不愿意看，原因就在这里。我先把这些道理先说完之后啊，下一节讲故事就比较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回。